大家好，我是 Martin，你们的荷兰语老师，好久不见，是不是？不好意思，我最近有点忙，所以没那么多时间录音，这个视频，YouTube 的视频。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以后可能肯定有多一点时间，所以肯定也是拍多一点的视频。好，现在我们谈一谈今天的话题。今天我叫你们一个常用表达式，常用表达式。那是什么样的表达式？是这个，What is at on the hunt？What is at on the hunt? What is at on the hunt? 这个我们常用的是一个表达式，好吗？What is at on the hunt? What is at on the hunt? OK，那当然这个是 hunt，对不对？手。就是 hunt，hunt 这里，hunt，what is on the hunt？所以这个表达式是 on the hunt，on the hunt 在，那是什么意思？那个 on the hunt 在，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或者你有事儿。然后你要处理这个事儿，或者你要帮忙，那你用什么？你用你的手，对不对？所以 on the hunt sein，on the hunt sein，on the hunt sein，这个意思是有事儿，好吗？有事儿，因为你可能用你的手，然后你可以处理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说，What is on the hunt？那 What，可能你已经知道是什么的意思，对不对？What is on the hunt？那，什么事儿？什么事儿？What is on the hunt？On the hunt 是有事儿的意思。然后，What 什么？What is on the hunt？什么事儿？好吗？What is on the hunt？这里我们有。Is er wat aan de hand? Is er wat aan de hand? Is er wat aan de hand? 这个也是有事儿的，有事儿吗？有事儿吗？Is what on the hand? 有事儿吗？然后这里我有 here 是这儿的意思啊。Here is niets 没有 on the hand。这儿没有事儿。What is on the hunt? Here is nothing on the hunt，好吗？好。所以如果你听到 on the hunt，是有事儿的意思。OK，当然，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说，哎，你问 What is on the hunt？那，如果他们说有这个问题，那你然后你可以帮助他。好，然后你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问这个问题，你的目标是啊，现在可能有事儿，但是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事儿，然后有事儿的话，我可以帮助他们，我可以用我的手帮助他们，好吗？好，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有一个姐姐，我的姐姐。和我现在的关系很好，但是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吵架了，吵架了。荷兰语我们说 “vechten”，我姐姐 （mijn zus） 和我 （en ik） vechten，但是应该过去式是 “vochten”，“vochten” vaak，我们经常吵架了。
因为小的事儿，因为可能我觉得他烦，或者他觉得我烦，所以我们吵架了。Verten，我妈知道这个事儿，但是有时候他们看不到我，对不对？他可能在另外一个房间，或者在外边，我们在里面，或者他在里面，我们在外边，然后他用大汉说。Hey, what is er aan de hand? What is er aan de hand? Of is er wat aan de hand? 可能我们挑战说，Hey, is er wat aan de hand? 有事吗？当然，然后我们两个孩子很乖乖说，Niets aan de hand, ma? 妈是妈妈，我们也可以说妈。Niets aan de hand, ma? 或者 Niets aan de hand, moeder? Mother 是母亲的意思，可以说妈妈，可以说母亲，可以说妈。Niets aan de hand，好吗？那重要的事是，我妈说这个句子，她根本不知道有事或者没有事，所以她说，哎，What is on the hand？然后当然我们说谎了，我们说，哎，Niets aan de hand，OK，好。所以你现在知道，如果你听到 "what is on the hunt"，"is what on the hunt"，这个是有事的意思，好吗？我们经常用这个表达式，好吗？好，我马上拍一个新的视频，现在就这样，OK？所以一般来说，我说 "tot ziens"。tot ziens，对不对？再见的意思。现在我改变了，我用 tot gauw，tot gauw，tot gauw 的意思是我们马上见。我们 tot ziens 可能明天，但是可能也是明年或者很长时间我没看见你们。但是如果说 tot gauw，tot gauw 意思是可能我们明天见面了或者后天见面了。OK。OK，tot gauw，拜拜。